黄圣依，给我看你腹肌。娘，我掉！下来！你有没有懂？你上来！你下来！你给我下！下来！站住！这刚封了嫔位，就忘了尊卑之分了吗？嫔也配走到本宫前头？姐姐是嫔位，我也是嫔位。大家平起平坐，谁又比谁高贵呢？不要放这个音乐，是不是忍不住了？别放，哎，真的是。小鸭子游啊游啊，游上了啊！你自己看啊，妈妈待会儿再给你讲。忙了一天了。歇一会儿吧。不累，妈，躺躺脚啊，对您的腿有好处。妈妈洗脚。其实，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。我也给你讲小鸭子的故事。回我！没有回我，还没有回我。十点半他就要上课了，就不会再跟我聊天了。快回我！还没有回。我也能。